陈律师是保持着30场不败战绩的年度杰出律师，他会替你辩护。我可以帮你。被告丹温特查谋杀良心愿一案，二审正式开庭。案发当天，抑郁强暴，遭到反抗后，残忍地将被害人刺死。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。良心愿被刺到动脉后，倒地爬了一段时间，但很快他就断气。这种关注度极高的案子，舆论压力特别大。袁娇怂我。我女儿不是袁娇女。死者之前吸毒吸什么？案发现场确实有第三个人存在。梁心愿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所有的杀人犯都会说人不是我杀的。我已经找过犯案的证据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女儿在我手里，我要你做她的二审辩护律师。丹温活，你女儿活。